来看贵买中心呢，昨天举行了年终感恩晚会，平常西装笔挺的贵买中心董事吴寿山以及总经理李启贤呢，也变装扮起了布袋戏的知名角色进场，场面相当热闹。台湾证券柜台买卖中心14日举行年终感恩及欢送副总朱竹元晚会。由于贵买中心今年大力推动文创产业，活动会场也由董事长吴寿山及总经理李启贤扮演霹雳布袋戏的热门人物进场，炒热现场气氛。员工也扮演知名电影人物，也邀请霹雳工作人员扮演霹雳布袋戏知名人偶，员工都抢着拍照。今天也欢送副总朱竹元，员工热情上台跟朱副总一起热舞。好收敛，这不能给他练的，给他练他已经练朱竹元了。那朱进来，朱竹元。联合晚报记者黄淑慧采访报道。